即时新闻综合报道。今晚2月28日开奖的第1,700,017期大幅彩头奖扛归，大幅奖开出一注可得500万元，第1,700,051期精彩539头奖开出四注，每注可得600万元，分别由桃园市龟山区新路里万寿路二段1122-1号一楼的亿万富彩券行，台北市中正区金山南路一段139号的八福行，台北市士林区中正路258号的又中彩券行，及桃园市桃园区50里大同路34号一楼的宏旺商行开出。第1,700,017期大福彩中奖号码为04、15、17、30、32、37、39，特别号13，头奖扛归二奖一注，获得可得250,000元，参奖共118注，获得每注可得4,000元，四奖共2,264注，获得每注可得400元，普奖共17,367注，获得每注可得200元，大福奖一注获得可得500万元，小福奖共4注获得每注可得100万元。第1,700,051期精彩539中奖号码为02、14、25、31、36，头奖共4注获得每注可得600万元，二奖共175注获得每注可得20,000元，参奖共6,511注获得每注可得300元，四奖共74,611注获得每注可获得50元。第107,051期39乐和彩中奖号码为02、14、25、31、36，四合一注获得可得212,500元，三合共145注中奖，每注可得11,250元，二合共4,956注中奖，每注可得1,125元。第1,700,051期三星彩中奖号码为940，正彩共32注中奖，每注可获得12,500元。第1,700,051期四星彩中奖号码为0368，正彩共5注中奖，每注可获得125,000元。确切中奖号码以台彩网站公告为主，请见台湾彩券网站。